严格说起来啊，我拿这个 AMA 卡，我缴了6600的年费，第二年缴8000的年费，我的回馈才 3% 而已，国内双卡。那你们拿这张卡片不用缴年费，就有 2.5% 回馈。其实我有时候觉得，你可能不缴年费，直接用这张卡片还比较赚，对啊，因为我那个年费6600或者是8000块年费，我要把它赚回来，我不知道刷多少钱才有可能赚回来，所以这其实是年费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症结点。好，如果你要缴年费的话，你就要确保你自己一定可以把那个年费拿回来，不然的话你就不要缴了，因为这个年费真的是太贵了，好，这就是。